么住好话？那老板，好，再花点吧。水里面还有零八。老板，大坏不卖。大坏啊，他不卖，挣钱的家伙不能卖。老板，不是有手机号吗？那个有没有？幺三六幺五九五零。老板，你是卖肉的，不是卖刀的。这也是零八吗？对。抓紧杀人，他们才知道哪里有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棒棒节目又回来了。最近天气比较冷的，都开始穿长袖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去烤点羊肉来吃。为什么？天冷的羊肉嘛，补身子嘛。今天搞的是一整只的我们本地的这种黑山羊哦，我们已经请了小伙伴呢过来帮我们斩断了半只哦，以致我们现在斩下来这些部分呢，有羊腿，这个毋庸置疑的拿去炖嘛，炖煮类的一定才好吃嘛。旁边这根是它的大腿哈，后腿部分我希望说是把它带骨头进来削掉，然后拿后腿的呢来烤肉。然后这边这整盆呢是专门的羊排。金牌的部分齁，那金牌的部分我们会把这个呢，待会可能应该会把它给它剃开，有没有这样？把皮的这一层撕下来，那我喜欢炖心分离的感觉。那这边就是纯羊排了，带皮的这层腩呢，最好还是拿去炖齁。那以及这边哦，羊的前胸，甚至这边这块，你看前胸下面还带了一个腿，这是胸骨的部分。这边有小腿，小腿呢一样可以做烤肉串哦。那再放点过来，这边是羊的脖子，最好吃的方法是给它煮汤掉哦。炖煮类的肉呢，我们准备先焯个水哦，把炖煮类的羊骨的部分都放下去哈、哦。羊排来炖煮也好吃，剔一点小肉下来哦。这是羊身上最嫩的一条，牛的身上的话就叫做菲力，我切一下。羊的剔骨了，这边是吸的，菲力刚才被我们修下来了，这拿去炖。我想说皮单独去炖煮。然后呢，皮上面有的这些羊油都拿去烧烤，不然因为这只羊很瘦，没什么油脂。看来这边就牵涉那个问题了齁、哦、南方的小伙伴的习惯跟北方小伙伴的习惯，在南方的话如果没有这玩意儿，吃羊肉大家都方便，但是北方小伙伴这边看不到怎么样。北方的是拿去做皮包啊。那递了一些骨头进去嘛，我们这边搞点葱，发一块姜，不要吝啬我们的汤锅，给它焯个水，这样羊肉就很香。哎，因为最近都去外面吃的什么新疆的烤羊肉，那挺好吃的户户，对吗？我就随便淘宝了一点点，刚刚已经有配过一些户户了，按他这户户的比例好像是多少？对，我们做五分之一的嘛，五分之一包的这个140克的粉分，刚才我们试一下有点咸的，讲真心话有点咸，所以还是要。依照自己的口味啦，处理一下咸蛋的之类的。洋葱跟36，所谓两克的生姜，四颗蛋。我们打蛋的时候稍微粗一点，因为怕蛋会坏掉。一颗一颗来哈。他说要静置多少半小时，是不是？对。放个半个小时说。哦，大滚了没有？香不香啊？超香，超香。给它滚一滚，它浮沫才会出来，它还是有一丢丢的羊膻味。来洗一下。然后你看这些都要给它洗掉血沫，你看我炖的都是大块，到吃肉的时候我整大块拿刀子切，太爽了。这个皮这个盘，哦，你看我刚才削的这骨头哦，这是带肉的，哦，这小羊角这煮的烂烂的，哇、哦，太香了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其实好吃的羊肉，你焯过一遍水之后清煮就好了啊。那怎么炖补料好吃的也是可以的，当然有另外的味道。这个清煮下去就是纯羊肉的味道。那脖子应该这样子的。对啊，脖子好吃，就我没砍，不能砍，砍了后就那脖子肉哈、哦，就没办法整条整条扯下来，什么都不要放，我就快好了，再加点酒就可以炖好。这只羊因为是比较瘦的山羊，所以我们基本上烤的话会比较失败一点，羊肥不够的话你的肉串就不会好吃。我只是说想要多玩点花样，就是刚好因为家都烤的是一个接一个的，一群人围在一起吃。对啊，你看因为等这个羊肉嘛要等好起码两三个小时，那我们这边刚好烤了肉，
吃了意犹未尽的时候，哇，热热的来点羊汤，那太爽了。是不是距离也不能太近？没有，要碰到近。是羊后旋肉，你看我刚才穿超得意的，这是外旋从那边剃下来的，这是羊的后旋，三瘦两肥，太多了也不好熟。对，我们这个肥肉太少了，不知道是吗？那有穿那么多，还有这两张都能吃掉了，八穿，剩下来大家穿。你穿的好玩，那穿。我一直在穿，他一直在吵。我搞不清楚，他不是被网友投回来的吗？大家不是过来看他吗？怎么被投回来？我不是今天晚上我杀了一只羊，几乎不出现。你来，为了羊油不择手段的。这是个皮的吗？这是做的。平时都是在替肥油扔掉，难得有今天的。我的混蛋这边开始烤，好香啊！观众问了哦，观众问了哦。我们老板很专业啊！哎呀，想当年还没卖烟的时候，就是做那个烧烤学徒。哇，这不是给观众吃的？啊，老弟。哦，这个是刚剃下来的羊的肚腩，纯羊腩。哇，我给你今天挂满爱的虎符。哎，干净卫生。这是有烟的，这个是有烟的。我是不觉得鸡蛋仔会比我的羊肉串好吃。哪里的鸡蛋？我这是正宗羊肉串。特别适合那种居家小馆，没有？有烟的话，可以晚上深更半夜自己一个人做点鸡蛋仔吃。来来，我的一号店铺。那边是八号当铺，要吃的话要付出点代价的。我的店里三年的都免费。没有何必，没有三年的，我这边一粒赚80块。你要来牛蛙吃？嗯，芝麻油啊，那个红红的辣椒来的哦。哇，这都是辣椒，好香啊！大家味道马上出来，特麻特辣。这个也是给观众的，观众说要吃特辣，特麻。来上菜。这是我们家的羊排哦。给观众看榴莲干。哦，这个基本上摸了烟掉了，我就可以送到烤炉里面去给它烤起来。好烫，好烫。不进单的，不知道有没有红绿灯。这边是我的，来快放了，来哪一个好吃？来自己选，我可以去占我自己了，来看哪个好吃，哪个会好吃？好吃，好吃，我没有很多，我靠，肯定好吃啊！饭店培训出来了，快吃啥？鸡蛋仔看到没有？鸡蛋仔，我说没有，那这样，帮高老师串一串，串一串，有点黑烟，那多串嘞。老牛好吃吗？鸡蛋仔好吃吗？好，我觉得这个更好吃，真的。主要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的肉比较大串啊，我比较舍得。哎呀，出地，这次完结结束了。不鲜的烤的肉，鸡蛋仔这么嫩，鸡蛋仔没事。啊，这个没有味道，解说了没味道。解说不好吃，我老鱼，老鱼老鱼不好意思啊，太好吃了，入火即化。现在我们这锅肉呢，起码我感觉还要再两个小时了，不然真的是咬不动。因为我们的土三娘做肉串已经基本上快把我大家牙给崩掉了，这好像不合适哦。我觉得做肉串的话，还是要吃的那种肉软一点、嫩一点的那种梅羊肉。老的那种山羊呢，它虽然都很香，但是我还觉得炖煮类啊、红焖类、做包啊都 OK。烤的话，没办法，那没事干嘛。来我先。哇，宇哥专业了。这个就是好玩嘛，小伙伴们自己才玩。
どそれぞれ好みはあるけど、どれもみんな綺麗だね。この中で誰が一番だなんて。哦，有美滋滋哦。誇らしげにちゃんと胸を張っている。それなのに僕ら人間は肯定摇得动我信吗？再来一个啊，千万不要被花边人知道。来，兄弟们上。你这是羊排。嗯，感觉好嫩点。嗯，香。很多汁的感觉。嗯没事，来，真的咬不动，真的咬不动。嗯，这嘎香的很。不要再来了，你看阿玲嘴巴都掉了一块。再来一块，来，小美多拿一点，多吃点。什么情况吗？很好吃，很好吃啊！真的，都你了，这还有。我给你们。这刚看吗？绝对美了。嗯。更多店吃。切一点给我吃呀。太好吃了。快够了，我的零食你送你啦。一点味道都没有，一点酸味都没有。是。没到烂的地步，但是吃没到烂，但吃得动，很香哎、欸。你也是啊，啊，加块皮，我要块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嗯，烂了。我怎么吃出坚果的味道，像月饼的味道啊？有点像那碧根果。啊，对，这真的有坚果味。啊，谢谢。哎呦，没事，三秒原则。没有。我先替大家尝一下。嗯，好香。来，这个你观众吃。没有加盐巴，什么都没有哦。好吃。水白煮，满满坚果味。很香。嗯。哇，排呀、啊，排排，排排坐，小心点啊。天根给我。哦，太漂亮，排就猪的。这还是给你们的。老板太吃了。超好吃的，不是啊，哇，人肉啊！哎，给阿玲的呢？哦，不好吃哦。谢谢。走吧，这块已经吃直男，好吃。握り返したその手は僕の心の。啊，满的，羊皮、羊排、羊肉都有。あれから僕たちは何かを信じてこれたかな。折断掉，用手给它折断。来。哎呀！我们正在哪？不吃吗？大家不要停哦。这还出折断，啊！这大碗是大蟹几块，有没有？稍微给它表面给它清洗一下，另外再炖一锅。我第二锅下锅。哦，我们都炖了久了哦，这一锅是第二锅了，第一锅在这，我第一锅刚才有哇。我是真正牛高手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嗯，很短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可以吗？这个是吧？君に話した言葉は
杨胜，这个是观众问的，我也是观众啊。对，我也是观众啊。再晚就没有了，再晚就没有了。我，我不喜欢。给大家的时间很好。哇，整个杨胜。哦，羊蘑菇。哦哟，你起码这样能抱着啃。太好吃了吧！嗯，羊脖肉，哇、嗯，我太好吃了哦！就沾那个粉，不能直接啃的。那、好香哦，满嘴的油香，香吗？很香。那不像你吗？不要不要。嗯，来来来，中饭了，我要下去了。千万不能给他看到啊！一打就一碗。嗯，真的好，超好吃的那边。嗯嗯嗯嗯，哇！整个嘴巴都黏起来了。这还熟到羊肉？哎呦哎呦哎呦！不行了，受不了了啦，不行了。好吃啊，整只羊就整的好，香的很。嗯，羊排。嗯。那有什么不同？水果是凉的，好热呀！很多人问我凉肉，他们买的挺懂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的。嗯，黑的凉，就是用水煮，最原始啊，白凉是差一点，真就是要大大罐，然后再去，不是沾的，我都是经常沾点那种辣的面。嗯，真的那是一只哦，不是我们几个人。好干，每天冬至还要这样温的，我还要打包让两个人没有不干，我就我就不干打包了。啊，感谢大家呢，又浪费了一些小时间观看我们这么无聊的节目哈。啊，喜欢我们节目，记得给我们一键三连支持吧。毕竟每次拍节目都是深夜凌晨四点，那我们下周再见了。结尾节目两个字，三二一，下呀！